到最近的娱乐圈可谓是非常的热闹了，各种负面消息、谣言消息，还有各种花式秀恩爱，都是层出不穷的。先是阚清子和纪凌尘这一对分手，也直接轰动了娱乐圈，他们可是很多人非常看好的一对情侣。接下来又是张丹峰出轨的事件，虽然说夫妻两个已经出面澄清了，但是还是让网友们觉得无风不起浪。再之后又是张馨予自曝结婚证，也是让网友们吃了波狗粮。而就在昨晚，何洁深夜发文说对于离婚自己并没有出轨，也是让吃瓜群众一脸懵逼，最近是怎么了？何洁在文中说道，自己从被戴上婚内出轨这个帽子已经将近八个月了，能看出来是何洁用心写的一篇长文。他很爱自己的儿子，一直不说，只是不想让孩子这么小就担负这些。这篇长文也受到刚刚成为军嫂的张馨予力挺，说到他们两人离婚也是挺可惜的。何洁当年因为快乐女生而出道，她的颜值也是很高的，当时结婚很多人都是羡慕她的，没想到的是两人并没有走到最后了。